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个圆圆吧。然后大半夜也不理我，给你发了几百条信息了，我是不会原谅。没有下一次了。思思啊，嗯，你有想过以后想生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。那你有想过给女孩取什么名字吗？我早就想好了。对。叫好美。这样以后她的同学如果见到我就会说，哎，陶菲的妈妈。呀！关关，我这杯冰水为啥子没冰呢？坏了嘛？我不，你要给我退钱。免费退啥钱嘛？你不说5块钱一杯吗？